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架子姐姐。尝试了很多起泡胶的方法，终于研制出一款既简单而且成功率高的教程。首先在干净容器中加入白胶，再挤入泡沫洗手液，然后把家里任何可以产生泡泡的东西，比如洗面奶、洗发水等等，都加一些进去，再加入红色丙烯颜料，把它们全部搅拌均匀。这个过程呢，不需要加一滴清水哦。最后倒入少量的某奇洗衣液，搅拌到快成型的时候，加几滴卸妆水，可以防止粘手。经过耐心的混合之后，一份起泡胶就做好了。而且我惊喜地发现，它的手感很像黄油泥，非常的扎实，表面很光滑，可以拉出很多条纹。我们试试起泡效果如何。经过几次起泡之后，再装到原来的盒子中，明显多出来很多哦。今天考考大家，世界上谁的头力气最大？好了，我们明天见。